这一间寺庙也盖得非常漂亮，可以去看到它蓝白相间的建筑。这是泰国南部甲米这个地方，在它的市区里面有这一座很漂亮的寺庙。它的开始在1890年到现在已经历经有五个住持。你看到了这么漂亮的这一间，大概从10年前开始建筑到现在完成，这一间寺庙是在甲米的市区里面、哦、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马路，它是在一个丘陵地上。你看这些石头也等于说他们的纪念碑一样啊、哦，你可以看到庙屋顶这些屋檐的雕饰都非常漂亮的。哇，这个门打开的刚好可以上来看。你看这是它的侧翼，在这边是大理石所建筑的。你看狗狗都在这边睡午觉，因为地板上很热，大理石上面就很凉爽啊、哦、你看这些屋檐的雕饰也都非常漂亮。现在我们进到寺庙里面来看一看。中间释迦牟尼佛的塑像也非常庄严。还有你去看到墙壁上这些壁画细述的佛教的故事，这些壁画都非常漂亮。